么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？爸爸，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麻糖。怎么样？见到妍妍他们了吗？哎，紧赶慢赶，总算是在他们出发前见面了。那就好。来，进屋。东府兄在家吧？哈哈哈哈。 吴总监，啊，夫人好，我是京市警察厅总监吴炳湘。啊，吴总监好。来，妈妈先进屋。我这前脚刚进门，行李还没放下呢，您这后脚就跟着进来了。这京市警察厅的效率可真高啊！陈教授，你擅自离京，在武汉闹出那么大动静。 如今能平安回京，我不得不来看你呀。吴总监太客气了，陈教授啊，咱们可是老乡啊，我自然要对你多关照一些才是。你别忘了，你出狱，我可是保人，担着干系呢。明白。吴总监，嗯，屋里坐会儿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他刚刚回来。陈教授啊，哎。 好自为之，后会有期。慢走，慢走。昨天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找你了，你前脚刚进门，这吴炳湘又跟过来了，是出什么情况了吗？一定是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关于我在武汉演讲的报道。这样，我的行李被打开了，我直接去市支那儿。好。 周副兄，你回来了。弟妹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到隔壁去帮我叫一下高一涵，让他把首长、德前都叫过来，啊，最好把育才也一块叫来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周副兄，出什么事了？来，大伙的天儿，把大家都叫来，打扰了。 快坐。今天把你们都叫来，是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，我要不要离开北京？眼下我面临的情势比较紧迫，京市警察厅在我家门口设了监视岗。我前脚刚到家，后脚吴炳湘就来警告我，不可擅自出京。 那显然是把我当成眼中钉了，这么看来比较麻烦。按道理，这个时候应该出去躲躲。可是我在想，如果我真的走了，新青年怎么办？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。吴炳湘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要我说，别理他。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再把你抓进去，还讲不讲法度了？不可掉以轻心。吴炳湘这种人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千万别指望他跟你讲法度。 周副，你也是太不在意了。我看了武汉报纸上刊登了你的演讲的言论，公开的宣扬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，还说要搞什么流血革命，取消私有制，这些言论确实是出格了，枪打出头鸟。你怎么老是不接受教训呢？这，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要我说，索性到南方去，甩开膀子大干一场。去南方，周父就是刚刚从武汉被驱逐回来的。是指我们现在只有到南方去，我才对不住各位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大家。这样吧，我想，我还是离开北京吧。 马上快过年了，我要真有什么情况，岂不是扫了大家的兴？嗯，周父兄，你打算去哪儿啊？我准备接受南方政府筹办。 就告诉他我已经被聘为西南大学的筹办员了，那样大家都没有麻烦了。另外，到上海以后，我把这一期的《新青年》先编好，后面的事情我们再商量。可以，这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。苏姐，我们的人刚才又去了趟建港胡同。嗯，陈独秀不在家，说是找朋友喝酒去了。喝酒去了？跟谁喝酒去了？ 别是出什么幺蛾子吧？是啊，给他抓起来算了。哎，回来！你这个人呀，做事情就是操之过急。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南北议和。 嫂子来了哟！你们都在呢。周府，刚才警察又到家里找你去了。我跟他们说你到朋友那儿喝酒去了，他们没说什么就走了。但是我担心这帮警察一会儿还会到家里去找你，我觉得你现在就出去躲躲吧。这果然，嫂子，您别着急。今天晚上周父兄就住我们这儿，我谅他无病相，也不会跑到我这儿来抓人。是是。 钟父兄不能住在你这儿，你也是帮人之一。吴炳湘很有可能上你这儿来抓人，我建议今天晚上去我那儿躲躲。另外，明天你也不能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去上海，因为警察已经把你盯死了，他们不会让你走的。由我来送你，我们从天津出发，怎么样？好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动身。钟父兄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酒。 酒，花雕酒，你喝过的那种。德姐，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我跑着去。哎，德姐，我这有花雕。哦，对，花雕酒。哎呦，花雕酒不能喝凉的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去热一下。弟妹，不用，酒是凉的，心是热的。来吧。位兄弟，民国6年初，我到的北京，本来是想帮蔡元培3个月的忙，没想到这一干就整3年。这3年，我从单打独斗办新青年，到聚集了这么多的同仁兄弟，开创了一个事业，竖起了一杆大旗，我问心无愧，也非常知足。这杯酒，我敬各位兄弟对我的厚爱。君满，你也陪着。钟父兄，还记得几年前你我在陶然亭相识吗？那哪能忘啊！你在家把酒热好了，怕凉，用棉被裹着，租一黄包车，送到陶然亭。大雪漫漫，冰天雪地，我们却喝着滚烫的花雕酒，这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今天这酒，它有些凉。钟父兄，我用手捂了一会儿，你换我这碗。 这样就好了，这样我胸膛里面就可以燃烧了一团火，有你，有雪，有花雕，这不跟那天一样吗？一样，有始有终。钟父兄，你是我永远的朋友。钟父兄，我真的得好好感谢你啊！能够让我成为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同仁编辑，这是我收获最大、感觉最充实的一段时期。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。自从我们《新青年》实行同仁编辑以来，一涵撰写了数量众多、分量极重的文章，你是科学与民主理念最积极的宣传者之一，也是我们《新青年》当之无愧的功臣。来干！ 说心里话，没有陈独秀、立周树人，就没有《狂人日记》和孔乙己，也没有这个叫鲁迅的人。钟父兄，我真的谢谢你。宇才，我从来就认为你是中国思想最深刻的小说家，新文化的大旗得你来扛。鲁迅 才是真正的旗手。钟兄，时间不等人了。好，就这样，走。都不送。都不算。跟我说，这趟去南方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想知道。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。你说，你打算在北大大张旗鼓的宣传马克思主义，还准备在长辛店搞工人运动，你到底怎么设想？说给我听听。我打算先开几门课：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、唯物史观、工人的国际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将来。另外，我打算在北京大学办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跟仲夏也商量过了，想去长辛店办工人夜校，组织工人运动，筹办工人俱乐部。我觉得这次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胜利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都起来了。对，我说上海比北京的政治环境好，指的就是这个。依照马克思的理论，工人阶级是生产力的先进代表，应该是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。是，首长，你说的这些都是过程，你想过没有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抛父别楚、抛家舍业、东躲西藏，甚至会丢掉身家性命？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？妈，让我帮你。好。1、2、3，我慢点啊！我去，慢点。干什么？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进来了？师母，您好，先生回来了吗？他不在。上哪去了？我不知道。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收拾家里不用的坏东西，扔出去。师母，如果先生回来，务必请他到京师警察厅去一趟，有要事相商。多谢您的配合。哦，对了，箱子有点沉。其实最近几天，我一直在想，在你们家喝酒的时候，师侄问我的那句话。他说：“咱们都已经是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了，为什么要抛弃妻子？我们究竟想要什么？”钟父兄，我也想问你，这个问题，你搞清楚了吗？我想，我已经想明白了。我觉得我也想明白了。咱们这个国家。 曾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，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呢？咱们这个国家迅速沉沦，速度之快，惨烈之剧，闻所未闻。不过80年的时间，咱们这个国家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、最没有尊严的国家。军阀混战，盗匪横行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。 我们呢，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文化人。文化人就是文明人，文明人就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负责。我们有责任带领人民进行抗争。我们要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，我们要建立不被外国人欺负、不受统治者压迫、没有贪官污吏、人人能够当家做主、人人都能生活在幸福平等生活的美好生活。 钟父兄，我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，我们谁都不能把它辜负了。首长，说得好，可是我们到底要靠什么来完成这份责任和担当？组织，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能够凝聚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核心。钟父兄，我觉得这件事 应该提上议程。这件事情太重要了，你我要好好的筹划一下。你说什么？ 这一夜之间人就没了，真出幺蛾子了。属下分析，陈独秀一定躲在谁的家里，准备伺机溜出北京。哼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还没有走啊？下那么大的雪，他一个人怎么出城？不可能。我建议咱们在前门火车站增加暗岗，他很有可能坐火车出逃。你这样吧，拿上我的骗子。 把胡适给我请来，我要向他这个保人要人。是。二位先生，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，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了。听口音，您收着吧，能管用。好人家啊，还给他们看的，我这是二人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您点这么多的灯啊？那边的朋友兄弟多，我不能让他们孤单的。您这是祭奠朋友？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，死了小20年，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，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。 媳妇儿没娶就走了，只剩我一个人，我不能不管的。他们是为国捐躯而死的，死得值啊！值个屁！我今天来给他们送灯，就是给他们喊冤叫屈。为这样的国家去死，是冤大头。 你看看这满河堤上，这么多年来，1年360天，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灾民呢？饿死的，冻死的，病死的，扔在路边没人买。您二位是白面书生，我就问一句：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？政府。 难道不管吗？政府哪见过这么混蛋的政府？他们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的死活呀？八国联军杀进来的时候，这海河上到处飘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，有的没了头，有的四肢不全，有的女子光着身子，可怜。 老百姓命苦，这么多年习惯了。让我们宣誓。石志兄啊，请坐吧。坐。这个陈独秀已经离开北京了，当天晚上就走了。他是怎么走的？怎么走的我不大清楚。嗯，稍等。 他留了一封信给您，吴总监，下监备承优待，至为感佩。日前接此间有人电促，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，匆匆起行，未及报听，颇为歉责。 特此专函补陈，悉为缘由。事了即行回京，再为面谢。敬请勋安，陈独秀。这个陈独秀有点意思啊，够朋友。他这是为咱们两个保人卸责任呐。仲甫他一直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他还说了。 过2天就让南方政府专门开一份公函给你，这样的话，你就彻底没有责任了。行吧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随他去吧。You know, I don't think you could compare Shanghai and Beijing. I don't think you could. They're so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. The thing I don't like about Beijing, the sandstorm. I can't handle it. I really can't. Can't handle the sandstorm. Shanghai has its wet moments. It has some unique moments also. But the wintertime I don't like Shanghai, to be honest with you. But Beijing, I wouldn't be able to live there, to be honest with you. The difference, the weather difference. Also, it's quite interesting,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two. You know what I mean? It's like a different kind of comparison, like night and day. Thank you very much. I mean, how can you compare? There's no way you can compare that. I mean, you could if you wanted to, but, you know. Mr. 面长，对，您先忙着，先走吧。您慢走。首长先生，润之，黑了，也瘦了，但是更精神了。 好，先生，多亏了师母的2锅辣椒油啊，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都不一定顶得过来。我让他再给你多做点，多放点辣椒。哎，有得有得。给我，走啊，润生，哎，润生，哎，走。哎呀，等我一下啊，润生。 这个湖南的曲张运动搞得怎么样了？赶紧跟我说说啊！